对，我这有，有家有开啊。我就我顺便。我知道，我破个盾，好了，让你好救。OK。我靠，这也行？下面我两车盾，你知道吗？我两车盾，我没两车盾就输了。哎，谁？下面好多道理，下面好多道理。你们两个全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？我是在救你，你好，你还要怪我是吧？什么？我你怎么开车门把我放下来了？我不开，你被他，你被光。你们赶紧上来啊！不是，赶紧上来，赶紧上来了。我是真受不了你们，你们几个人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业主，别自己人！我真的是服了，自己人啊，业主我都炸呀！不是，啊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我都炸呀！你大强控啊！哎，说死了，说死了！破墙，破墙，破墙！我想把猫拿，你给我下去拿空投，你给我下去拿空投啊！你给我下拿空投啊！我真的刚过来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认真玩啊！我真的，我和你拿和你，不是有影子呀！我靠这！哎呀，爹呀、啊！我刚过来，我。咱别让，别让，我喝冰的，喝冰的。我进来，我进来玩。每次我好心救你，你说我在演你。你拿冰棒炸我们是救我们啊？根本弹丽丽，根本就可以死。压力来到丽丽了，打完了，弹弓打完了。没错，丽丽有一把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再扔两枪就死了。三枪，就这位置，就这位置，让他吧，最后剩下让他吧。我知道。大概可以挤一下他的屁股。兄弟们，这波操作拉到满，好吧，真的，一丝全是细节，真的。所以我叫你玩。差一点，那个细节还没有拉满。那个风墙可以挤他呀，不让他上火箭啊。猫过去，猫过去，猫过去了，猫过去。猫过去我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肯定有拿。等级太低了，刚开始真的。赶紧救啊！完了就拍死了。这猫裤衩子都给猫骗完了。直接走，等会儿直接飞我这就行了。直接走，等会儿飞我。啊！你为什么往我里面拉？你这是恩将，你这是恩将仇报啊，业主。好吧。又不是我关的门，这帮裤衩子都给宝哥骗光了呀！你救！我抓不到你，真的，这个裤衩都给宝哥骗光了。到，我们宿舍不要动，哎，你我给你摸一下，我摸你们吧，你们给我摸一下吧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你看，你不要动，被绑上火箭。啊！我死不了，我缴械了，我缴械。我打得好难受，我打得好难受，兄弟们！哎，推完了，不要推完啊！救救我！这种局不给翻盘了吧？你队友被放飞，不要推完！我说了带气的。啊！这速效救心丸，速效救心丸什么啊？速压气剂啊！这啊！我天哪，得亏是宝哥兄弟，这波得亏是宝哥兄弟，真的。我这波跟你猫多少波心理博弈，你们知道吗？兄弟们，真的，我都不想说太多，好吧？我觉得懂的人都懂了，这一波心理博弈。无敌爆炸螺旋，有些东西不想说太多，我有些东西不想说太多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是操作呀，是吧？这就是操作呀，是吧？哎，有些人说这波宝物是白给了，不对啊，因为他开霸体了。他如果没开霸体的话是绑不上宝哥的，他开霸体了是吧？这波主要是这波是猫开霸体了，没办法。我说帮那个猫帮那队友打下那个爪刀，你知道吗？但你开霸体了，真没办法。啊！队友被抓住。啊！
友被抓住，队友被绑上火箭，趁火箭把这锅盖就把魔情解决了。哎，其实也还好了啊！打我跳，我一我才一会儿不开心，全在火箭上了。你打一个冬瓜萝卜皮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玩给他吹牛逼了，我真的是啊！救救我呀！我打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们，我推打了，推了推了，把队友推死，推都推到火箭上了。火箭，队友要不要这么玩游戏啊？队友被救，跑起来，动起来啊！我觉得吹牛逼了，我真的是。队友被我一会儿就只救了四个。跟我一起去奶了。队友我直接复活。队友被绑上。啊啊啊！我真的是，我。漂亮 ，nice！ 快走，顶不住，我这辈子没受这种委屈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。